吓笑啊！哎，好在这里。我不听一下，看一下，我看。有进了，有进了，进了。人呢 ？Hello！ 哎、欸，真的很丑哎、欸，很丑哎、欸，真的很丑哎、欸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啊？你先把它遮住吧，那怎么办？把公司的虫虫都给我杀光啊！杀不掉啊！再除一次。进来的朋友，大家晚上好啦 ！James 第二，这个才是真的 James 啊。哦，刚刚刷在我的吗？是吗？对啊。哦。来，而且他是我学长哦，大学长哦。大学长。大学长哦。恭喜店来了。各位晚上好，柔柔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对啊，脚毁容了，公司的很多虫哎、欸，而且。哎、啊，竟然说店终于来了，狂喜狂贺啊！拜才会。我那这边也是一个多礼拜才好，比较淡，但疤还在。他会留疤哦，很麻烦。对呀、啊。啊，对你穿丝袜就好，你先穿黑色丝袜好了啦。那你先穿丝袜，我先拿丝袜给你穿。我要求被你拉出来，这边刚这样乱葬岗一样。很干净哎。山上的小孩。哎、欸，有点脏，怎么办？有点脏。丝袜在哪里啊？很臭，对不对？嗯。那边超臭的，我都不懂为什么那个柜子很臭哎、欸嗯。那柜子真的很臭哎、欸哦。没有我的东西耶、欸，可是真的很臭。那妈别出戏一下告起来的。我说认真的，那边真的很臭。丝袜在哪里呢？最下面那一层呗、欸。最这一层。对啊，最右边。最右边。你整个塞回去还拿出来哦。对，快点。快点拜他、啊！我戴口罩都接受。我要是没有戴口罩，我一定要躺在这里口吐白沫。快点呐、啊！这不腐烂的，我流眼泪。很臭，对不对？这要是有老鼠经过这里，一定死。我骗你。对，会死在老鼠的嗅觉好像也是很灵敏的，对。好像这老鼠经过应该会死。很臭哎、欸，没有开玩笑哎、欸。小雨那只狗在那徘徊，还没有怎样。他有那只狗没有怎样。那只狗因为小雨他们家本身就老了本身就鼻子不灵。丝袜真的在这里哦。对啊，右边呐、啊。对啊，我拿新的给你，拿新的给你。哦，可是我也穿黑色，黑色再穿灰色，黑色再穿黑色哦。来，中正五六勾，浴室要勾勾啦！我得浴室要勾勾。对啊，要带防毒。我也真的不懂，为什么那柜子可以这么臭哎、欸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真心不懂。不要问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啊、哦，来呀、啊！来呀、啊，难怪会被虫虫咬啊！哦来，大家晚上好啦！我的虫虫，我是在隔壁被咬的。隔壁有跳蚤啦，我们隔壁有跳蚤。我是在隔壁洗车场被咬的。哦、他、啊，我还是有被咬。他们除完之后，我还是在被咬啊。昨天前天才被咬。你是被蚊子咬？这是跳蚤。跳蚤，这也是红很红的，很痒，就会是跳蚤。那个应该是。啊、哦。来，进来的朋友，关键字帮我打一个，我派出暗号。你去那里地上，你开枪，尽量给他开。对，尽量给他开。我觉得子弹啊，随便你尽量开啦啊、哦！来啊，200多位朋友，张爱心帮我们刷上来，来，给你刷起来。来啊，进来朋友，帮我打一个需要你的爱来。我开心，你会介绍。啊，来个需要你的爱啊！我脑中需要你的爱心啊！需要你的爱啊！来啊，给你啊！我们需要你的爱来发电啊！我穿不到啊 ！shit， 我要脱掉。小叶文不是这样子的、啊，我要脱掉了。小叶文更夸张。没的，还没小叶文呢、啊。小叶文还看得到嘞。对啊。我们这里只有白线斑纹。哦。还有跳蚤。来，我需要你们的爱啊！要穿起来有没有比较看不到了？主播需要你们大家的爱啊！我看一下，我看不到。来，进来的朋友、新朋友、旧朋友都一样，来给你。怎么有可能真正人数会这么低？我来看看上一场的那个，看就知道了。
哇，这推荐好低。然后哇，跟昨天差不多，1.6万。哦，好可怜。来啦，我需要你们的爱啦，还是真要去换个衣服之类的？真会换啊，俊真不太会换衣服，真换衣服会把整个全部都脱光光才换，太夸张，太夸张。不会。哦。真是没有当，真你没有当过车展的那个车模过？有啊。有。有啊。啊，车展的车模不是也要在，比如说，有点开半开放的更衣室换衣服？对啊。啊，怎么感觉你好像不太没有像没有办法像小雨他们那么厉害？小雨那个真的蛮厉害的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、欸。他说他常常在男人面前就要直接换衣服，一堆人走来走去，他有办法在大家面前换衣服？那是他的技能，我真的是厉害。真的无法。哦，是工作的需要哦。哎、欸，讲的好像他好像在做什么的，没有，他是主持，然后他是展场的，所以他常常在很多后台很多人的时候，还是必须要换衣服。啊、哦！来，进来的朋友，张爱先帮我们刷了。你们的口袋都破了洞，你们知道吗？哎呀，关键字帮我换一个，来补发财金呐！进来啦，摸过领口，不要破坑啊！明天我们要去补发财金啊！对呀、啊，大家今天有没有补发财金啊？哎、欸，在公庙练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什么练财？不要乱讲话。哎、欸，这丝袜真的很难穿哎、欸，雅慧下次可以买好一点的吗？没办法，因为他不知道，他们丝袜不知道你们怎么。金发财金，对，发财金、啊，金，那个感觉像他马头那个玩马票、玩马的赌马的什么？赌马的才会打那个金。你打什么？赌马的才会打那个金，哦。发财金，赌马金，我以为是什么嘞、欸？香港很深，到现在还是很风行赌马。赌马很高、啊，很厉害。你知道香港是赛事啊，赛事也很高、啊。对，可是洋马会超级无敌贵。来，小盛你好，来大奶奶补个发财金来给你啦。那真的很难穿，你看穿到这里我就上不去了。哦，你这么难穿，那小雨应该更难穿。对啊，哦、没有啦，小雨可以硬挤上去哎、欸。对啊，他们把很难穿的东西穿的好像很好穿，我不懂哎、欸。他们厉害。我知道了，我转背后。可是没有发现他穿过丝袜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对啦，大姐走过的路都比较好走。那、啊、我要穿喽。铁杵才能磨成绣花针。我发现监视器在移动啊、哦！监视器在移动啊、哦！监视器在移动啊！没有啦，我胡乱的，我们监视器不会动，我们监视器不会动、啊。开画面给我，真的、哦。好。来，进来的朋友，来补发财金，来给你啦。什么叫补发财金？就是让你的钱包不要再漏洞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俊明第二。这真的很难穿，我没有开玩笑的，各位。觉得躺着蛮舒服。进来的朋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张安全帮我们刷一下啦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我也觉得回家蛮舒服。来补发财金一下来，给你。很还蛮舒服的。大家来包一下发财金的啦。发财金、啊。发财金哦。你的荷包破了洞，你们知道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的荷包破了洞。知不知道啊？我有听到。嗯、你没听到，你什么都没听到。只有我有听到。你没听到。毛没听到。来，夏你好。他们都没有听到。感谢贝婷啊，陈生你好。哎、欸，拜托里面的新朋友、我老朋友，拜托人人帮我至少分享一次好不好？人人帮我至少分享一次好不好？拜托一下，帮我至少分享一次啦，麻烦一下啦。爱气的熊超。哎，快了，各位人进来，赶快帮我刷个关键字。来，西西第二，西西今天有上班吗？来 ，Tommy 你好。来，感谢陈生的分享哦。不要求你们分享多，至少分享个一个社团，好不好？我们最近人数很难上去，帮我们至少分享一个社团、啊、可以吗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喜欢我们真真的，帮我留下来可以吗？不要走，拜托，余斌第二，大家来播发财金哦。哎、欸，我闻到蛤蜊汤，我想喝汤，怎么
办？让你们的荷包满满的来，给你。让你们荷包满满，满出来都在爽啊！来 ，L 幺你好，来，怎么样？补发财金，进来的朋友，为什么要补发财金？因为这一档，我就要帮你们的荷包止血，好不好？全部帮我刷一个拒收罚单来啦！拒收罚单，有了这个神器，你们之后就从此不用再收到罚单啦！啊，你只需要听他的指示，乖乖照他说的做，啊，你们绝对会发财，啊，绝对发财！郭哥公的发财金，我还有郭哥公哎，干脆我这张子公的发财金好了啦，啊，郭子公的发财金，啊，郭子公的发财金，啊。感觉有感觉到一股听起来怪怪的，有没有熟悉的感觉？哦，你们就从子宫出来的，你们不知道吗？郭子宫那一次补两亿哦。进来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，再来帮我们刷一下咯，新朋友也帮我刷一下啦，不要吝啬一下。来，俊阳你好，这一档就是要帮你们守护你的荷包啦。我在疑问，他说子宫啊，子宫啊、欸。小时候啊，我们听人家讲，那时候有我小朋友都还很小的时候，然后有时候小朋友晚上睡不着啊，然后就是网络只有流传一个方式，就是你拿纸袋或者是什么，然后你去搓揉他那个声音，然后小朋友就会变安静，然后就会很安静，然后睡觉了，睡着了。啊，我以为是胡乱的，对不对？结果是真的有用哎、欸。因为那个声音听起来是像你在小朋友在子宫里面的那个，没有，我是听他讲说是类似像揉纸的声音还是什么声音，忘记了，真的有效哦，那个声音听起来，我家小孩真的会听那个声音听到睡着，原本会哭闹哦，听那个声音他就安静下来，然后就慢慢开始放心，因为他在子宫里面听到就是那种羊水的声音，就是类似这个声音，他会有安全感，他就睡着了，然后之后我们每次都给他用。结果有一天发现没有用了，哑红啊！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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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哦。然后没有用了，我们就想没有办法了，爱情不能缓缓了哦。来呀、啊，人珠帽往上冲，不要再掉下来呀、啊！掉了啦！真的这么漂亮，你们还走？真的是啊！啊、哦！来，继续收，把单收上来呀、啊，给你啊！要换的。躺着，起来呀、啊！起来呀、啊！我躺着很舒服。看来我们再休个三天，看怎么办啊？三天回来告诉我。礼拜一回是谁？第一天是谁？对，第一天谁？好像是小雨。我、哦、是恶心哦。没关系啊，他高手名单。排、哦、他是最对的。来，汤米第二。可是蔡丽会颠簸边讲究，真的吗？不会啦，有礼拜六会开播啊。哦。哦，你们礼拜六会開播。来，汤米第二，不一定啦，也许会啦。哦。何谓你们？你们。讲的好像你不在一样，你啊。我就不在啊。来，原子高亮光来对那个。对啊。汤米。我也想在啊，我也没办法、啊，怎么这样？因为还没有把它调整过来，哦，因为前两天才到货，哦，还没把它调过来啦，礼拜六不开播吗？应该是会啦，看看情况，哦，可能会，可能不会，应该或许仿佛有啊，反正能确定的就是真正不在，这、就是确定的事情。OK， 贝婷，我知道了，来，进来的其他朋友。可不可以帮我站个爱心刷一下啊？啊、哦，陈伟，你这些一天到晚都要看，哦，啊、真正脚趾头超灵活，那个用脚趾头吃饭呐、啊，啊，哦，啊，他过年的时候都用脚趾头打麻将的啦，这样够灵活了吗？这样够灵活了吗？哦，他的脚趾头可以摸出来是几桶几万，这样厉害了吧？啊、哦，这样厉害了吧？哦，脚趾头摸出对啊，我还可以摸得出数字哦。